办才是重点啊、哦！哎呀，太简单了嘛！我刚刚不是做过了吗？这个地方啊，给他热敷啊，当他这个嘴开始歪了，你就热敷这个方面啊。然后刚刚那个头痛的，你就压一压，所以马上。我曾经有个病人，他是因为一边痉挛，然后这个是英文老师，完蛋了。好不容易考上英文老师，结果发音不全，哦，要学校退了。我当下就用这个技术，他这个马上消，马上消。但是呢，很不幸的哈、哦，我压太大力了，把他压破了，他第二次不敢来，听了好久才来啊，不然的话当下马上弄几次就好了，就好。这是我们讲的预防中风哈。哦那其实呢，我的案例很多啦，哦，这个是这个中风病人啊，哦，这个我弄第二次他就能爬山坡了，就能爬坡了，哦，你看我们说第三次啊，他已经走了不能走的人了，但是他是黄金时间点第16天。很多人跟我讲说中风的时间点在哪里啊？医师说六个月，医师说三个月 ，no， 我的黄金时间点一个月，可能大家都没希望。为什么没希望？你一中风，你一直到医院，一直超过一个月了，那都没希望。除非你相信自然医学，哦，用另类疗法，好找那些针灸啦，才有希望啊。哎，刚刚就跑步了。这个，我也训练了第二期哈、哦，但是呢，啊、哦，这个很感慨啊、哦，这个我们的钟杰医师啊、哦，在这个22日早上呢，我他让他去世前一小时，我赶到龙总来不及了啊、哦，他已经送到别的地方了哈、哦，那这个我们在这个12月12日替他做一个哈。哦这个，因为他实在对我们的贡献太大，我们弄个致敬，哦，跟他致敬啊。这个本来这个课程是钟杰要上的，他来不及上了，我只要我来上啊、哦。这些都是医师群啊，中南部的医师啊，全部跑过来。那刚好是，你看他22号，他10月22去世，啊、哦，这个23号，啊、哦，结业。我们训练了一批医师群啊，其实啊，这个启动开关很简单哈、啊，启动开关以后呢，会启发你的治愈能力，不是我们帮你治好了，是我们把你开了以后，你自己的治愈能力要好，能力要好，第一步要什么？谁知道？排毒嘛，肝胆排毒嘛，没事对不对？对嘛，要先排毒嘛。然后再考虑这些嘛，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能量物质、时间、讯号、心灵。哎，今天呢，我刚看那个什么定义啊？两个定义啊，他也谈心灵呢，这也是开关呢，代表呢，我们的空间太大哦。我现在是在这个能量层面啊，刚刚那个吃的这个物质啊，还有那么多啊区块让我们走哎。哦，那其实啊，人的生病啊，是开关被开了，打开了以后就能启发治愈力啊、哦。那今天来的人，当然都跟大家讲，大家会送一个能量卡、能量之外卡哦。那我首先呢，这个声明啊，总共有1000张，你们得的号码大概900多号，已经快完了啊、哦，已经没有，全世界只有这些啊、哦，就是我这一张啊、哦。那这一张呢？这个我不要谈太多了啊，哪边痛都贴放哪边了啊、哦，那不要谈太多。我们有一个有这个超灵感的人啊、哦，他看到好的能量，他就会这样手都会转啊、哦，而且他是一个直滑子，所以他很生气呀、啊。他明明这个犯人在说谎话，可是没有证据，没办法处理他啊、哦。那看到那如果是不好
能量，它就会转。那这个价值多少？它还可以驱邪灵，是他跟我讲的。但是只能驱一次邪灵，够了吧？一次就救了你一命了，够了吧？这可以驱邪灵，但是呢，它的能量可以维持三十年。所以呢，这个下一批没有哈，抱歉了，我已经900多号了哈。来，我看一下哈。只能给一个人用吗？你给谁用都没关系，你给需要者的人用。哎呀，那个坏的东西，我说这个东西就好。就这个。那手就开始转。骗不了我了，都骗不了我了。那是这个。你们有犯罪，可能真的是他。10公分以上，做我们的胸部。他给10公分的范围都广了、啊，10公分呢、欸，胸闷就摆这里，眼花一些，肩膀胸就摆这里，眼睛胸摆这里。能量灌输，在日本的火山里的能量灌输，它是什么叫做火山一灌输？等一下，每个找我们的秘书长啊，秘书长啊，一人一张好不好？啊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我们黄兄，70张，那你胸背的没有？对，我后来报道。70张啊，我们后来补给他好不好？下一场补给他好不好？但是下一场一定要来哦，啊，要登记起来，没有来了，下一场我一定补给你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下一场一定要来哦，不能记拿哦。这个是我们的团队了啊、哦，这个是黎明德姑，他在台行医8年，在美国自己开诊所40年，啊、哦，他认为我们的理念跟他一样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也是中医师啊、哦，那这是我们的金秘书长，这是我们的总教官，那我一直想把林医师拉入团队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，如果方便的话啊、哦，我也写个聘书给你。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是第6期的学生。哎呀，他是第8期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哎，大家作证啊，他答应了啊。因为梅医师太优秀了。为什么我说他优秀了？我真的很佩服他。他好学不倦啊！我今天坐在他旁边啊，我偷偷看他里面装什么东西啊，竟然有什么？我这一本书啊，这是我们上课的书啊，既然随身携带、啊、除了他之外大概只有梅医师有这么认真了、啊。我们教的18招都在这里，他随身携带、啊、到大陆也带着他、啊、你说这人不当我的顾问，是谁当我的顾问？其实啊，我们除了传承之外啊，我们还不止做这个，我们做一些目前啊，很那个的东西。现在呢，你看哈、啊，我们用了，我用频率疗法，那个林医师用了同念疗法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另外一个用花精疗法，这写错了哈、啊，还有呢，一个用的什么，这个接针疗法，4个疗法同时启动，在帮助这位名人。那你看这今天的刚才照了、哦、有赖你就知道我今天都有、哦欸、你们有赖要跟我加进来 哦, 哦，我会来线上教学、哦、你看这是我刚做的，这林医师我们在研究、哦、你看我们把它站起来，为什么要站起来？我们对任何的一个疾病包括中风的，我们就想办法要把它站起来，抓也要把它抓起来，为什么？要让那种感觉落地的感觉，他自己就有想好，不然他说完蛋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4年之内还能够站起来的机会，站起来的机会啊！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啊，因为碍于他，我们把眼睛封起来。这什么呢？中风6年脑盖切除器切患者，我们一样。所以我们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团队，为什么？我们在临床需要各种人呢，不是一种方法。我们在做这个特殊的案例啊、哦，这个
我们的宗教座啊，一直在生前已经在讲几句话，讲什么话呢？希望刘老师用最经济、最有效的方式，把这一套传给全世界。他不是说传给台湾哦，你看他心胸多大，他格局多大，对不对？那你们怎么来学？太简单了哈！你们那个今天的那个反面都有写啊，赖觉真道教学免费的，针对经济有困难的。哦，你要学习一些简单的保健知识，哦，你只要传简讯给0983879442给我，我就会把你加进来，哦，我们有任何的东西，我们就可以告诉你，哎，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对不对？你叫传教哦，我要，当然你要写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能给你编号啊，我是谁？我要加入，你写我就马上把你加进来，我们就线上教学。刚刚那几个穴道我们会再重复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当场跟你解答，哦，我每天要花三个小时在做这个，晚上睡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想知道嘛，我一定要告诉你们嘛。来，网络啊，我现在会教学，哦，你只要打上这个，哦，打读经后也可以啦，打这个也可以，哦，这个 网址、哦，那我们也会把今天的，哦，着相写到网路，哦，这个也是免费嘛，这个免费啊，哦，这个大家可以看哦，我的网站是我自己做的，我目前浏览率是1400万，我三年冲向1400万，目前一天大概3000人在看我的网站，全世界，我里面有资料啊，从哪个国来看我都知道啊，为什么？我天天更改，我认为这个很好，我就马上播上去，就下架，播上去就下架。所以你们要来看我的网站，以后或许这边礼拜一啊办活动啊，来看我的网站，我就播上去，对不对？你们就不要问说，这边有没有什么兴趣啊？哎，可以透过我，因为我自己做的网站啊，我马上改一改，马上就有了，啊，这可以啊，大家可以考虑。第三个呢，如果你真的哈想学，真的是很快速的一技之长的话，可以来参加我们的，啊，这个课程。我们这个礼拜六，8月31、9月7号，我们开第9期，好，哦，就在捷运站旁边。好，哦，那我们课程呢有几个特点？第一个呢，我们即使穴道一个症状不会超过5个穴道，而且都在骨缝里面。第二个呢，没有经验基础的也容易上手，因为都在骨缝里面。我们希望你是一张白纸来学，你才会进步。你不要有自己的概念，等你学完你又再有自己的概念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费用虽然是5200，可是呢，你听完一次以后，任何我们开的相同的课程，你都可以来听，终身学习。你说哪一个人在教导技术还有终身学习的概念？只有我们有。哦，那这个是这5200是教授定的，不是我定的。有人说，老师你应该用5200人民币，我说不行啊，5200就有人嫌贵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人民币，对不对？哈，那我们就这样，这5200就定下来。哦，那你可以终身学习，而且有一个好处，什么好处？你家里有任何的问题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我优先去处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样啊？哦，我过去，我是怎么样嘛？有一份情嘛？对不对？一定是比较有这份情嘛，哦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。那挂表我们今天发的在后面都有，哦，你可以跟或是跟我们这个金老师或现场报名都可以。